这样做出来效果更好。我原本以为这个碗已经够大了，没想到还是见得到。烧，你们看像不像一个鸟巢？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粉丝说爱吃土豆的人都很老实，这是为什么呢？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韩式辣熟水下锅，捞出后记得裹一个小的薯条就做好啦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再加点洋葱，淋上料汁，我们来做一杯好喝的糖和茶。洗米的时候加点红糖，煮出来就更像来拌饭，这不是浪费了吗？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大火煮开，转小火煮，要冷却了之后再切，这样不容易散。看不能的酸辣粉，准备喝的鸡蛋打散冲入。除了鸡腿本身，酱汁也很重要，配方和配比。